回去吧，师兄们。这都是您娘家人。来了好多的朋友，啊，嚯，你好，师兄。叫做什么？师兄。哦，师兄在这儿，哎，两个人坐一块儿。那是你的师兄吗？哦，不是，哎，真是的，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嗯，这是捧谁来的呀？小白。谢谢。他们都在吗？啊，姚岩那一帮喊的这小白，您自己就别说这了。我怎么没听见这句呢？我也是多余问。有一个成语叫难上加难。我劝您还是知难而退吧。我也是奇难而上。骑虎哦，骑虎难。我这知识都学杂了。这是杂学家。对，这也是一个杂家。对，两家。这胡说八道啊！加个学字。真是的，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啊，嗯，就是喜欢我们啊，喜欢德云社，是的啊，有喜欢我是郭德纲、于谦啊，两位老师，当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。您说这什么时候的事？不是不在安徽了啊，这次没来，都派我们这帮徒弟来给你演出。对，有的朋友是可能第一次来到这个德云社的现场，头一回看见我们，可能还不认识，陌生啊，从那个眼神当中啊，能看出那种迷茫。啊，坐在台下拿着手机看台上，谁呀？谁？不出名。说什么？不熟悉，长得模样，我的天！我们俩都不好看，尤其是本人的。你就说我。
他说我没听见。看得见，这不像换位的话。有什么换件位置呢？他在那话比较多。好不容易大家把我的名字说对了，我还不能多待会儿。李维嘉不是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，李嘉诚在哪？
字体怎么回事？这国学呀，是知乎者也，语言哉呀！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神经病吧，这不是？哎，我管知乎者也。你现在说话会吗？还会这个知乎者也吗？我们不说的。我们那会儿，我们先等会儿。这什么话？你们那会儿？对了，我们不爱那会儿。哎呦，这犄角旮旯的你！我们那会儿都是知乎者也语言哉的。真的假的？那个尔等不晓得。就说我啊，你尔当尔。尔等不明博。还上口了啊！就不明白，那其实就是说。尔等知道个屁！就哪个有文化的说知道那个？就是三两句你都懵了。谁懵了呀？那你说的严谨呢？我说不出头，不说不说，大伙儿都能想起来。
起来，意大利的天什么？什么？大伙这么猜测？不用猜测，人家都是睿智。真乖乖哦。什么玩意儿？意大利的天，谁问谁？二一句古人出来啊，吕蒙问孙权。吕蒙问孙权，哎，兄弟，怎么着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三国吧？这你猜呀？多新鲜呀！吕蒙孙权不是吗？三国。哦，你看，少学点方言啊！吕蒙问孙权，哎，对，三国人物是是，对不对？吕蒙，哎，多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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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客气。抓一个诸葛连弩，孙权拿手的技能是制衡，容我三思。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问关羽哪里去？关羽，哎，我这哪去了？哎，麦城兵了天。关羽走麦城，天地儿去。我干什么去？听我的，对啊，一大不出头，你个天。你这么别扭，谁问你？一大你个天，谁问你？破号不出头。你又这么麻烦，谁问谁？一大你个天啊，上不来的竹子头念什么？天字加一个笑，哎，笑口常开。没说笑，你说好，我去。一大你的天，谁问你？哎，上来口呢？天字口吞。哎，对了，咱没说吞。好，那过去。一大你的天，哎，上来竹头，上来口，左边来个单人，右边来个地，刀上四点底。这个我不知道。哈哈，口念字。你过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啊，报这个话就容易我不用让你们查字典啊。一大你的天，谁问谁？特意言有病啊。听出来也没用，谁问谁？一大你的天，哎啊，哎，王总细心都不信的。大干嘛？你这美声唱法是怎么着？一到你笑的频率跟你不信频率啊，爽朗的笑声，他可能不笑，刚才主持人暴怒。短词没跟上啊，回路有点少。一大半天，谁问？豪仙问路仙。您这个豪仙路仙是古人吗？当然是了、啊，有这么一部叫《三言两拍》。三言二拍，那国娘子有白呀？国素贞白，大国蛇。你谁以为？那那许仙呀、啊，白娘子两个人仙山道好，什么就是什么水漫金山，这这全是情节，我都搞不明白。你这豪仙的运气，五岳端午这么一天，知道吗？法海遇见了许仙，拦住他，许施主，请留步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。你那个娘们儿是个妖精，没见过这高僧说娘们儿。许仙吓坏了，呸！你娘才妖精，是有文化的人吗？哎，许施主，休要欺负他。哎呀，如果不信，回家拿我的雄黄一试便知。这样，许仙拿了二斤雄黄回到了家，这可不少。到家之后，那猴仙路仙非常急。跟白娘子推杯换盏，喝酒啊！五月端午，娘子，哎，今天呢？白娘子那么春人，这怎么那么勤奋啊？酒有什么勤奋的？来，你就喝吧。哎，喝完之后酒劲儿上啊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浑身燥热。就是让娘子等等我，什么模样？
冰雪我冰倒在床上了啊。好了一会儿，白娘子变回了人形嘛，缓过来了，那酒劲过去了。嗯，哟，你看许仙已经倒在这儿了，感慨啊，啊，完事儿了，嗯，事儿了，酒劲过去了。好家伙，他知道这里边有雄黄啊，是，你看这雄仙鹿仙在哪？别着急。要治火完事儿呢，你看看鼻息一样，原来不是那回事儿。哦，不是酒劲儿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是被我吓死了，这都能看出来。对呀，我看鼻息，这不是让人处死的吗？这不赶紧仙山道好啊！啊，是，哎，出来了，你说什么就出来了？看守灵芝草那两位是谁？豪龙公主啊，豪仙。鹿仙，不，我都好，这还好呢。您转那么大圈，您直接说那个到灵芝草的那个看起来不错，前面很精彩。我等半天，问半天，就这样。豪仙问鹿仙，这还真有这么个人。豪仙问鹿仙，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少爷，不是头大脑袋。好好，那个寿星老，哎，啊，寿星老啊，哎，哪天呢？跨好本门，南天门。对了，跨好，跨好仙鹤啊，其实是仙鹤，对吧？好。
谁问谁？麋鹿问仙毫。哎，您这不对。您刚才毫先问路，先问过了。刚才是他问他啊，现在是这是他问他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哎，他问他，哎，不是问，怎么他老问问问问问？这边是一个呵呵，左边慢。问谁？问黄盖。问谁？问
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啊！什么？灭绝了？不是怎么早就灭绝了？见不钱这事儿？灭绝了这事儿？灭绝了？什么红星啊、地震啊、海啸啊？说谁呢？孔融。
呀，在哪儿都不能有这，知道吗？去闯红绿灯，开玩笑，咱往下说。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啊？下回啊，我给你捧哏，我站内。这是说大成截肢了。给你，你这就跟着走就去。不是吧？对，没什么。刚才说了啊，车走念个连，对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吕蒙问孙权。一大雨天的时候，吕蒙问孙权已经出来过一回，对不对？休想蒙蔽我们！那个吕蒙孙权出来过一回啊，你这大脑子出800多回了！我说什么了？一会儿要唱大海，一会儿闯红绿灯呢。还唱的帅？闯红绿灯。你不行的吗？我太讨厌他了。再者说，我们后边不一样。那你说后边不一样吗？你没让我说呀。说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张飞哪里去？哪去了？三马并相连。一样，行，听我的。对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豪仙问鲁仙，也后边不一样。南京湾哪里？后边不一样。旅游去大连。鲁肃问周郎，问谁？刘备哪里去？哪个？甘露寺去降香。放什么香？刘备取经。听我的，嗯，何日点个香？我只关心谁问谁。豪邦问鲁邦，你就一帮一帮的了。你们人都出色了。这都有谁要壮大事了？当然了。好嘞，豪邦问鲁邦，南极光大脑袋老奔头上哪儿去了？南极光哪里去？不说这些小不了下去，我都要命。南极光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洗澡擦香香。好嘛！澡啊，洗澡衣服好啊啊啊！洗澡那个师傅，这老寿星这是范晓萱呢，这是。行了行了。只有这点才长寿，心态好啊，心态好。来来来，皮儿大那个八戒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五怪、哎。我要不把这只卸了给你留着吗？刚才说了，刚才说了啊，哎，句句离不开三国，往后都是三国。现在说着说着，唐僧白马出来了，说着说改了《水浒传》大。这是《水浒传》什么？《红楼梦》。词穷啊！我改是为了你也得改，嗯，就对。造反是不是啊？你那一毫一物，最可气的那大脑袋，哪儿都去啊，单腿儿的都绝，贫不贫？我换你也得换，你要不换，今儿你埋这儿。我先说，说皮儿大那个吧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。你猪老谁啊？猪八戒。哪个？我们二哥。二哥是女排。二哥是我闺女。别说那没用啊！我是王三娘。去抓老去找老寿星救他吧。皮儿呢？你们帮谁问谁？豪家问不行，豪窗问鲁大师字儿。皮儿呢？你们帮谁问谁？豪家问鲁家。你把它写出来，我看看啊。豪家问鲁家，有没有人类的语言？皮儿呢？你们帮谁问谁？说你奶奶问你妈。比作古人，你奶你妈你都古人，这是好词。当然了，以后句句得是我们家人了。来人，来
你说我听听，甜的